我小时候童年时代，我童年时期在我家住那个地方，旁边是一个大水坑，就是一个水坑上面我会发现，边上漂浮了有些东西，很有形状，像漂浮了像一个有图案啊，有字，或者像一幅字，或者像一个图案啊，边上漂浮或者是像有时看着像一个美女啊，像一个小鸭子一样，就是在水上漂浮，会有成型的这种现象。 另外呢，这个我看蜻蜓啊，爬到水上啊，有时候这个另外特别是它那个就是自然物啊，大自然界的自然物在水上形成的一种图案，哎，我就是看到那从小看那东西，我就认为，我可能也会就是说制作一种东西，直接叫它，因为大自然界它是自然形成的，就是说你不可能天天想看有另外啥有时不规则啊，怎么，我就想通过我自己努力吧，就是说，我自己能研究一种东西，叫它通过方大自然界这个现象随时可以浮现的东西，还是神农这种景象吧，啊，就是这个。